逮捕嫌犯。民警巡逻发现红灯亮了，但是行人并没有停下来，反而穿越马路。民警把人拦下来劝导。年次啊，看，我九十啊。哎，属什么？属什么？对啊，生肖。我们聊属什么？哎，问生肖，男子诧异，民警觉得怪怪的，进一步查身份，结果九十。突如其来的白烟，男子掏出了防狼喷雾器，朝着民警喷洒，打狗一分，边跑还边攻击。呛辣的喷雾让警方眼泪直流，双方追逐了百米，男子体力不支，民警趁机喷辣椒水。帮你防喷雾，再跟你讲哈，你现在防喷雾，刚刚袭警，好，你有三项权利可以告知。男子被压制在地，不断求饶。原来他有案在身，被通缉，半夜闯红灯过马路，没料到会被拦查。民警忍痛，双眼灼伤之痛，勇于追逐。警方当下拿出辣椒水防卫反击，追逐百米后，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逮捕蔡男。原警遭遇了防狼喷雾的攻击，在热心民众的帮忙下，用水清洗疼痛的双眼，路边休息。通缉犯把防身的喷雾当成武器来袭警，还好两名原警是反应快，顺利逮到人。通缉犯除了原本的罪责之外，袭警妨害公务这一条也躲不了。三立新闻刘安静。